原标题：武松真实死因终于揭开。专家：不是病是六合四，死法很难接受。提到武松，很多人会想到名著《水浒传》中景阳冈打虎的英雄武松，武艺高强，侠肝义胆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侠士。他斗杀西门庆，醉打蒋门神，血溅鸳鸯楼，无论哪一件事都能体现出他的正义之风。《水浒传》关于武松去世的记载较为温和，他跟着宋江归顺朝廷后，南征北战，失去了一条胳膊，看着昔日的好兄弟非死即伤，万念俱灰的武松选择在六合寺出家，在80岁时逝世。武松在小说中的下场是得以善终，小说有虚构的成分，他的真正实死因令人震惊，死法令人难以接受。真实的武松和水浒传中的武松有很大的相似之处，都是正直坦荡之人。真实的武松出身贫困，他努力上进，武艺出众，情商极高的他很快得到了杭州知府高权益的赏识。武松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一步步被高权益提拔到了提辖的位置。仕途变化多端，高权益因为政治原因被罢官免职，武松也深受牵连，被贬为平民。代替高权益上任的是太师蔡京的儿子蔡云。蔡云不学无术，横行霸道，是当地的恶官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武松虽然被免职，但他一心为民，加上蔡云的不作为，武松决定替天行道。他伺机杀害了蔡云，自己也被捕入狱。蔡京自然是不会放过武松。入狱后的武松经历了各种令人发指的酷刑，最终被折磨致死。对于武松舍己为人的做法，当地的百姓深表感激，在他死后为他建立了墓室，将他埋葬了杭州西冷桥畔。百姓一直尊崇爱民为民的官员，虽然武松逝去，但他的精神流传至今，深受后人尊崇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